这有很多大便，有没有鸟大便？有没有鸟大便？有。轮流，往上喷，从上面往下喷，从上面。对，喷车车，喷车车，帮你拿水管来。超强攻击。走。是下雪哦。对啊，有下雪吗？车车来来刷刷。Hello，这个车最好玩。哎，往上喷，往上喷，喷上面。来，往这里。OK。耶，会很辛苦吗？好辛苦。很辛苦哦。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情，对，我们第一次洗车，妈妈在这里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爸爸跟妈妈一起来跟滚妹滚哥来洗车，嗯，哦，重点是你们啦，这里第一次洗车，来感体验一下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去开始吧，走，好，我们一般来说自助的洗车就是长这样子，你看，就这样子，里面坑坑的，然后车子停进去，然后有。吸那个吸灰尘的，然后也有冲水的，也有用泡沫的，还有水可以让你玩。那你看我们的车就是很脏，你看车有很多大便，有没有大便？有没有鸟大便？有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来拯救我们的蓝宝。对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动工哦。OK。Go。对啊，要整理这车子，最先的就是要先吸吸那个灰尘，这里也是，这里面吸吸。OK。你看这里面都有，来吸。这个是我的座位。对对对对，好吸掉。还有，我把它吸干净。好大声哦。对。上次把它吸干净哦。呀。对，有那种灰尘的吸干净。对，我们先把车子。灰尘、沙子啊、石头啊，都吸一吸。还有这里角落这边，这里也给它吸一下。阿妹这里，对，很棒哦。来，来粘那个棉花的，来，好，扭了扭，往上喷，从上面往下喷，从上面，对，喷车车，喷车车，帮你拿水管来。超强攻击！走，往前，往前。OK， 别先走。阿妹，你下面进来哦。下面啊。来来来，我们把它冲干净。从上面来喷。这里这里这样子，水要从高的地方把脏的喷下去。OK。对，来再来，好，再来往前。然后后照镜也要喷哦。啊。另外一边就给妹妹喷，来往前，继续往前喷。好，加油！对，来出发。对，很棒哦！再来，从上面往下喷。对，好，像这样子，像这样子。对，好，好，你跨过它。好，再来。哎，很棒哦！来，有些地方没有喷到，我们给它稍微给它弄一下。哎，后照镜弄一下。哎，走吧，出发。出发！好，现在换泡沫。哇！哎，泡沫比较多。来了！阿妹妹，阿妹小心哦！第一个，哇！哎，阿妹小心小心！爸爸爸爸爸！来，这个就给爸爸冲去就好了。哇！因为泡沫碰到就毁掉了。超级高级！哎，好，进去进去进去。下雪哦。对啊，有下雪吗？哇哟！好，泡泡弄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沾水，然后要给它洗洗车车。你们左右两边，我前面后面来。左另外一边给妹妹去，这给哥哥。好，从上面刷下来哦。啦啦啦。从上面刷下来。啦啦啦啦啦！哎呦，趁它泡到还没有跑掉的时候，赶快来哦。赶快刷起来。赶快刷起来。哟。来，加油，阿妹来。
这个时候来来刷刷。Hello。Hello， 这个时候最好玩，对不对啊？来，哎哎。这个时候最好玩。哇，你看这有没有很好玩？对不对？你要过，我会插到你。来，快过去，过去。哎，这脏脏了。好，你们看到脏的都可以刷哦。看到脏的都可以刷。我们大家都挤在这里。加油，加油！开始哦，从上面往下哦。对，很棒。好，走，我们跟着走，出发，出发，来这里。来，出发。好，再来。啊，来喽，出发出发，小刀帮你拿，往前往前，对，往前奔，哎，轮胎也可以喷，这镜子也有，这里，哎耶，好，好来再往前往前，抱抱抱抱抱抱，哪里？抱抱来这里都有，这边一堆，从上面往下喷 ，OK， 来往前。好，我们洗好车，用好泡泡，冲好车子以后，现在就是要把它擦干。耶，好厉害，专业。好，所以个妹妹在后面跟着。安妮要走。对，哦哟耶。耶。擦不到上面。上面给他给爸爸用。哦，给爸爸用。如何啊？来这边玩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就是风枪，把那水头很大哦。那风很强。对啊，来这边，好，那边边碰碰地方，对，水往左偏点，对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就是现在打蜡喽，哈、哦，他因为我让滚哥滚妹先进去里面，因为太热了，那我来处理就 OK。宝宝打蜡完了，那我们也是从最脏的车子鸟屎车到洗干净、冲干净、打那个泡泡，然后又给它吹干净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们来看车子有没有变漂亮？有吗？有。不变漂亮，对不对？鸟屎都不见了。对，鸟屎都不见了。好吧，那我们跟大家拜拜，我们回家，拜拜。拜拜。